再一次，再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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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OK。1:07。本局到分局到派出所，于今年11月17日17时56分，接获民众报案，于台东县大武乡民族街10号前有路边车辆遭擦撞之交通事故。原警获报后，立即前往处理的途中，行经我们大武乡民族街29号，也就是我们大武乡旅游服务中心的停车场前，发现有疑似肇事的车辆。上前查看时，发现驾驶张明面有酒容，独坐在驾驶座上。经争取同意，施以呼气酒精浓度测试，于同日18时34分许测的呼气酒精浓度值为每公升1.07，立即依法侦办。同时针对 A3 肇逃部分，依法撤单举发。为承办人因新冠染疫确诊隔离，至未能及时移送台湾台东地检署侦办。本案本局已深入调查，相关人员的疏失将依规定惩处。